我们成长很多，我们带着彼此一起进步，然后很谢谢你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或很挫折的时候，当然我知道你也会很挫折，但是你看到我难过的时候，你总是收起你的眼泪，对，然后帮助我，对，谢谢你在我们拍影片的时候，我不善言辞，你还是很有耐心的，一字一句带着我，我爱你。听到恩哥说完之后，欢欢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恩哥说呢？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的支持吗？还记得，两年前的，我会记得吗？回去复习一下。一样就是不要哭，哇，不要哭。然后，其实我们两年前办婚礼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等到我们，然后没想到今天真的等到。然后这段时间我们真的是很多，然后。因着我们的婚礼，很多人认识我，很多人认识同志，然后我们也承受很多压力，因为我们其实也都还蛮年轻的，只是我能够体会那些压力真的很庞大，然后我也能够理解我们之间很多时候因为这些压力，常会有很多情绪，会有很多过不去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终于等到婚礼，然后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可以放下这些压力，放下这些责任，未来很强。虽然我们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最近我们都有一个小习惯，当我们开始紧张害怕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 ：“ABD，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？”我相信，在未来的路，无论经历多少的困难，无论经历多少挑战，无论经历多少的不高兴，我们都一定可以一起度过。我爱你。哇哦，神爱世人，爱没有不同哦，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。